话说一姐在美版知乎上闲逛，看到一条网友提问，问题是印度是最糟糕的国家吗？按照正常套路，印度网友一定会光速到达现场，啪啪啪对着键盘进行一顿地球离开印度就不会转的信仰输出。比如像这位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的网友 Lokesh Sang 的回答，哦，印度为世界提供了第一所大学，哦，印度给了世界一个数字零，哦，印度发明了国际象棋，发明了纽扣，发明了佛教，发明了二进制，发明了瑜伽，发明了无线通讯技术，发明了 USB， 发明了糖等等，然后再进行一个印度式的升华，音乐起。虽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买家，拥有世界排名第三的强大军队，但印度从未攻击任何邻居，因为我们印度人相信和平非暴力，我们给世界上了人道和非暴力的一课。再来上一句，一个骄傲的印度人，这活就全了，哈哈，一个字，绝。再比如这位印度网友 Yashin 的回答，有太多的事实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，列出这些事实可能需要一个小时左右。再比如这位印度网友 Farhan Kill 的回答，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糟糕的国家，印度是一个在全世界面前树立榜样的国家，即使有多样性，我们也是一体的，我们是印度人。当谈到体育，当谈到节日，当谈到朋友，我们的国家都是拥有最好的。作为印度人，我们有机会学习和感受不同的文化和传统，我们一起庆祝节日，我们是一体的，我们是印度人。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多样性。最后我将得出结论，印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。你还觉得印度是个糟糕的国家吗？可万万没想到，韩国网友无情地打破了这完美的局面。韩国 vs 印度，韩国网友 Favor Fanfic 抱怨道，印度可能是最糟糕的国家，因为作为一个韩国人，我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适过，除了肮脏的街道和环境外，我甚至在公共汽车上遭遇过骚扰。与韩国不同，印度人非常无理且让人不舒服，街头小贩不断的试图欺骗我。作为一个游客，印度是我去过的最糟糕的国家之一。印度网友 One Way 立马回怼道，让你感到遗憾，因为我们通常也讨厌韩国人。我认为你应该做一些调查。我曾经去过韩国一次，不仅食物很糟糕，而且人很糟糕。人们住在一个小公寓里，比我的游戏室还小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在那里待了5天，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。 Round two. 韩国网友 Favor Fanfic 呵呵道，说真的，我也不会为你感到遗憾。如果你要住在郊区，你可能会看到那样的房子。拜托，我听不懂你瞎编的英语，你可能去的是朝鲜而不是韩国，你可能没尝过泡菜、紫菜包饭、年糕和海带汤。如果你知道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是的，这是肯定的，你可能从来没有去过韩国真正的小公寓。印度网友 One Way 嘲讽道，韩国有泡菜吗？我只喜欢泡菜。其他的都是日本的、美国的或者意大利的。韩国没有自己的食物，只有汤和面条。我在谷歌上看到英国国菜是一道印度菜。说到公寓，我去过首尔，那里有很大的建筑，但是都是很多人住在一栋楼里。我认为因为韩国人买不起公寓，所以造成了韩国的自非常的高。我觉得韩国人很奇怪的一点是，他们看起来像塑料做的，差不多90%的人都做过脸部的整形手术。 Round three. 韩国网友 Favor Fanfic 质疑道，日本、意大利、美国，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相信你去过韩国。五个人以上的家庭是不允许住在公寓里，而且我们长得帅更像是人类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是因为我揭露了你们国家的真相而生气吗？韩国没有自己的食物，你真是胡说八道。我非常喜欢印度，因为它的多样性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去过了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把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相比较之前，让我告诉你，仅仅因为我向你坦白了我的经历，印度虽然比韩国更早获得了自由，但看现在的韩国，我们现在比印度领先了200年。说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，这位印度网友也停止了回复。啥也不懂，走了，伤自尊了。好了，那大家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？留言评论告诉一姐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